哎呀，那是这个狗肉啊，看着这些食欲啊，东北三十大块肉，这狗肉馋的人口水直流啊。湖北恩施人民路这边是早酒非常集中啊，我们今天来去吃一家特色早酒，吃狗肉喝早酒。你们家狗肉是怎么消费的？现在人快点，35一个人呢？啊，35一个人，35一个人是吧？随便吃，随便吃还是怎么？那在家的要另外算钱。在家的要另外算钱，那为什么要是35块钱一个人呢？那他应该那个一个人。在家的另外算，他就给人家35块钱一次，是吧？就是35块钱一锅。你要在家也要花钱的。要一个人来怎么办呢？也是一锅。一个人呢没那么多。也是一锅。一早上啊，都是来吃狗肉喝早酒的。看里面坐满了人，气氛太热烈啊！直接拿瓶就喝了。早上喝几瓶？2瓶，好酒量。我们这狗肉馆非常有名的。哎，我们也在吃，马上吃。我们这狗肉馆，哎，非常有名的。啊，这是35块钱一个人的是吧？对对对。那他这个夏天有没有狗肉吃呢？夏天没有啊？都有，一年四季都有。啊，一年四季都吃狗肉喝早酒的比较多哈。吃狗肉喝酒，哇！哇，二哥，你这论瓶喝。我们来干一杯。我们在前面搞，在前面搞，谢谢。我们就看一下你们喝。喝了没有？我们在前面喝，马上喝，马上喝。你们这也是按35块一个人算吗？这个？35。一个人35块。一个人35。哦哦。然后酒的话，酒钱另算。酒自己买的。自己买的酒。自己买的酒。哦哦，反正这边就收35块钱一个人。这个豆腐也是我们自己打的。豆腐自己打豆腐。太厉害了，你们啥都自己带啊，下次可以自己带个狗肉来请他们加工一下。那个白菜我们自己种的。啊，白菜自己种的。哎，别吃了。这个白酒多少度啊？这个白酒58度。58度。啊，厉害。你们一共可以喝一次喝多少？一次你们要喝多少？喝早上可以三杯，两杯。两杯。三杯。可以喝三杯啊。三杯那起码有8两了吧？差不多吧。7两到8两。厉害，一早上喝8两。中午喝不喝呢？中午喝半斤。哇，晚上？晚上喝1斤。哇，厉害！你这一天喝2到3斤酒啊？咱们说恩施是早上搞酒席位，沿海一带的浙江、福建那边的，他们就用茶席位。我们恩施他是用那个酒席位。酒席位。早上用酒席位。厉害！早酒席价位吃的更多，狗肉面，然后喝一瓶酒。狗肉面是怎么卖的？它是十几贵啊，十几块钱一份是吧？十七啊，10几块钱。啊，一个人花17块钱喝个小酒，然后酒是自己带是吧？就我买的。哦，你就10几块钱吃碗面，喝瓶酒。对哦，来，喝。那就剩30块了。中午喝不喝酒？喝。中午也喝。一天三罐。一天3瓶酒。你喝这个早酒喝了多少年了？喝这早酒喝了多少年了？不到20多年了。早酒一盅饭，一天为公。太幸福了！哎呀，吃面喝酒。哎呀！来一口，来一口。再来一个酒，好日子天长地久。对，快活是神仙呐！就是一口狗肉一口酒，快活是神仙。狗肉一口酒，一口狗肉一口酒，幸福天长地久。你这个酒是自己带的酒是吧？对，自己带的酒，自己泡的酒，自己泡的。哦，这个就跑就把壶喝起。你早上喝多少？1.5杯。1.5杯。我喝洋水酒吧，半斤酒。
早上没有四两。四两酒哦。你也不信没？粮食酒，自带粮食酒。哎，我是粮食酒。啊、哦，老板也在喝。老板喝酒，老板也喝，老板都喝酒。你看我们老板状态起得好。等会我们喝一下。啊，来，七十块钱的黄豆狗肉。这是黄豆熬的是吧？对，黄豆70块。七十块，来来来，光赶快给我们打。美女，给我们打。和老板商量，好不容易70块钱两个人份，我们请三个人，三人要105的。大家生意太好了。啊，打鸡蛋进去，荷包蛋是这样煮的。对呀、啊。荷包蛋煮狗肉。鸡蛋狗肉站起来也是，过来讲我第一次吃。这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不知道这样的混搭会是什么样的味道，我们等会儿尝一下。好，再加点汤。哇！感谢感谢。好，酒是怎么消费的？最便宜的酒。最便宜就5块。哎，好了。啊？今天啊，在恩施这边啊，吃他们的特色辣狗肉。嗯，满满的辣香味儿，炖得非常的软烂，然后里面放的这个豆腐啊，黄豆，哎，香啊！来来，喝酒喝酒喝酒！来来来，这酒多少没放进来？啊，这至少喝半斤呢。然后这个狗肉里面加了这荷包蛋，看啊。这个吃法太独特了，有点像黑暗料理的感觉啊。今天唐哥摄影，今天大咖帮我们摄影了。嗯，看这荷包蛋糖心的，这个吃法太独特了。这边消费是35块钱一位啊，老板不接受采访。你去喝吧，干杯！不喊老板啊，你盘酒盘酒，干了！湖北恩施太接地气了。我来，我要吃。啊！吃米饭，吃米饭，厉害！你看，这吃米饭太香了，香啊！你这个菜放的绝，菜绝了。来，这个还可以涮菜的啊！吃完狗肉再涮菜，青菜，送个青菜啊！哎。35块钱一位包含的这个青菜，酒水自带，也可以买这里的。然后这里还提供包谷饭，免费吃。喝完酒啊，再吃一下恩施特色的包谷饭啊，就是玉米饭。嗯，简直太美太美。嗯，哇，真香！香，一个人也可以上一个锅啊，一个锅35块钱，包菜、包饭、包汤。早上不喝点酒，中午也试试吧。啊、哦，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吗？对。感觉他们家狗肉味道怎么样？可以。35块钱，吃饱吃好。对，那就是消费啊，381块，六个人。这个消费怎么样啊？这你们两个人喝一瓶？对。哦，那挺好，挺好。环境简陋，生意好啊。老板不接受采访，味道好。狗肉面，哎，还可以这个小碗打，小碗是15吧，是吧？小碗多少钱？15块钱哦。这一个人就点个这个，完了吃碗面，我看了，是吧？丰俭由己。来，这一锅多少钱的？这几个人的？3个人，105块。105块。105这么多，太实惠了。应该可以，味道肯定好啊。太贵了，太贵了，到个30还勉强。